请问在座的贵宾，如何将马未都揣进口袋呢？首先下载我们这款大师软件，根据语音提示扫描鉴定物，资料会上传到云端。我们的服务器里储存了从唐朝到民国的数万条文物数据，大师会实时给出鉴定结果。下面由我来演示给大家。赝品、真品、赝品、还在那儿干呢？啊，他们领导已经同意他离职了，现在手里的案子接了，就会放他走。王生，马上就到。怎么了？车钥匙给我，后面的事已经搞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昨天不说让你不懂。车钥匙给我。什么情况？季杰，不是他吧？人呢？韩胜刚呢？悲伤过度昏迷了，现在在病房呢。今天下午万正刚买了新家具送到老房子，准备装修完给赵宏宇住，正在收拾，他失联三天的妻子林白玉突然闯了进来。这个林白玉认为万正刚在九号墓的案件中出卖了他，要和万正刚同归于尽。可正在这个时候，万正刚的女儿赵红宇突然冲了进来，阻拦林白玉。林白玉丧心病狂，开枪击中了赵红宇。赵红宇下意识还击，当场打死了林白玉。这就是万正刚的口供。下周那顿饭你买单。必须的。下午又干嘛去了？你的辞职报告老李还没批呢。如果夏儿是你去的话，红宇就不会死。聂先生，之前赵宏宇啊就有多起打架斗殴、寻衅滋事的前科，我们会派一名民警监督他的社区改造的事务，每周他必须向派出所报到两回。啊，哎，小邵，这是民警小邵。啊，你好，我叫邵宽成，以后赵宏宇就由我负责。怎么负责呀？
娶我呀？闭嘴。邵警官好啊，这是我在电视台录制唐氏讲坛的入场券啊，不成敬意啊，谢谢。有话说，有批放。姐姐，我叫赵红宇。红宇，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们搬到了那么远的地方。警察找到我，告诉我你妈因为抑郁症自杀了。找我们干嘛？欠你钱吗？我们是父女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而且我对你有义务啊。你跟电视台主持人乱搞的时候，还记得你有个女儿吗？怎么半天不接电话呀？在哪儿啊？在路上。你不会忘记今天的采访吧？我可是一星期前就安排好了的，人马上就到家里了，你可别迟到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你今天穿的是浅灰色西装和卡其色裤子吗？对呀。哦，那就不用换衣服了。好的。笑什么？是不是我不跟你回去就得去坐牢啊？当然不是。如果你想回自己家，我可以送你。家？范教授，你回来啦！老范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大家都等你半天了。哼，真够气派的。哎，同学，请你换个鞋。不太方便，要不然你替我换。老板，这位是啊，我的一个远房亲戚。对，我是他远房的亲生女儿。
也不是太远啊，就是拘留所到这儿的距离。我住哪个屋啊？小玲儿，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？谁自诩自己做事儿最稳妥了？你为什么不先跟我打个招呼啊？这几年你找女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林白玉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？你要是这么看我的话，那我就太失望了。难道你是故意的？故意当着有外人在的时候来个先斩后奏？万教授，我在为你奔走，为你安排，让你的电视节目可以继续播出。你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给你安排电视采访，不就是为了让电视台给你续约吗？啊，换回来的就是这样的当众羞辱。说话呀，不说话这事儿能过得去吗？小林，这十几年你每次跟我发脾气我都百看不厌，你美得不可方物，我不忍打断。小心，那可是真家伙。布莱塔，意大利名枪，历经数位奥运冠军之手，收藏级的古董。你看，连子弹都是银制的。还有子弹呢？这撞上就能杀人吧？这把枪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碰的啊，你得有合法的持枪证才行。蓝玉姐姐之前可是专业的射击运动员。大叔，你紧张什么？这又没警察。守法可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做到的。还没请教您是哪位？那你又是谁啊？不好意思，林涛。林涛，到。为什么那么主动给赵宏宇安排工作？我就是想送万正刚一个人情，好让他以后帮我的忙。咱们随意吧，啊。人还没到齐吧？啊，小刘吃过了。不是，我是说孩子，不等孩子了？我没要孩子，从未打算要。我不喜欢小孩，这点你们俩倒是挺像。谁能保证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呢？我以前做社会新闻工作的时候，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什么孩子染上吸毒之类的恶习，天，简直是一个家庭的灾难。万教授认为，教育可以塑造人，可我认为，一个人的优劣大都是来自于基因。那以后你们的财产谁来继承？不是我们，是我。你看这一切都是我辛辛苦苦勤勤奋奋工作得来的，这世上没有不劳而获。关于怎么养活自己就不用你来教我了。可惜了，我的工作呀被你老公搞黄了。我说的工作可不是穿着短裙在男人面前晃来晃去。小林，话不好这样说的，你不穿短裙我也才几年而已嘛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的那个秘书啊最近正在休产假。你就是你，你敢不敢到我的公司去上班呢？你们公司敢不敢让员工穿短裙啊？我们都是跟艺术品打交道的，这个我们很自由。来，林总，我敬你。好啊，敬你，来敬啊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
九号墓，想拉他入伙。但九号墓买卖太大了，只有外国买家才吃得下，所以中间人只能手板正刚。小林，你这胆子也太大了，这叫犯罪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我原来做过法制节目，法律的事情我比你懂。林涛就是让你介绍几个外国朋友给他认识认识，至于他们怎么合作，我们不参与，我们不知道。你这叫自欺欺人。你知道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沾古玩生意，因为这池子水太浑，出淤泥而不染是我的毕生追求。介绍费他愿意出这个数？我是做学问的，钱对我来说不重要。那钱对赵宏宇重不重要啊？我之所以同意他住在这儿，是因为我知道你觉得欠女儿的，可这是我家，当他是敌人还是客人取决于你哦。嫂，早上好。你这一个月10000多块钱给的，算是喂狗了。他现在嘴硬，那是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，女儿究竟对他有多重要。你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，搞定他，不靠他女儿，得靠我。我想让他哭他就哭，我想让他笑他就笑，他还以为他是自己想哭自己想笑。警官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不然你们不会平白无故来问林白玉的事儿。你们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，我会给你们提供一些更有价值的线索，我会争取戴罪立功。啊，林白玉已经死。林白玉说什么了？啊，他说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相信林白玉，我就是被他拉下水的。他是罪魁祸首，别相信他。赶紧走。投资方很认可我们的产品，但是对你的表现非常不满。本来今天是要签约的，投资方说再等等。为什么不接电话，微信也不回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邵宽城，你去哪儿了？能回我一条信息吗？当初创业的时候，你说3个月之内肯定离职，结果呢？3个月过后又3个月，你是不是舍不得警察这份工作？这案子是你破的是吧？对，你看你看，这个就是我。缴获毒品325。哎，你厉害啊，你站这么远都能认出来。没你厉害啊，就这么会儿这视频你都看4遍了。禁毒支队赵宏宇。邵宽城，刑侦支队文物大队的。哎，你们俩。郭德宝，男，1965年生，原西京电影制片厂美工。
在文物武器方面自学成才，对文物断代及寻找古墓位置非常在行，擅长爆破及自制武器。自2005年左右起，与西京市郊县组织多个盗墓团伙，疯狂进行盗墓及倒卖文物等犯罪行为，导致大量文物古迹损毁或流失海外。一个月前，我们在查处一起文物走私案件时，嫌疑人透露了一个重要线索：郭德宝回到了西京，在策划一起叫九号墓的大案子。通过对监控录像的调取，我们果然发现了郭德宝的行迹。他在一个月内两次进出这间金舍艺术品公司。这家公司的法人及董事长叫林涛。我们对金舍公司进行了排查，发现除了几起来路不明的文物交易外，并没有发现该公司和郭德宝之间的非法往来。之所以还没有正式传讯林涛，主要是担心打草惊蛇，断掉了郭德宝这条线。嗯，好，坐。听了这么久，这个郭德宝又不贩毒，为什么要找我们？小赵警官是直截了当啊，真好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在摸底金舍公司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占股30%的股东，他叫林白玉，跟那个林涛是同乡。他的身份吧，我不说大家都知道，他是咱们西京电视台著名的主持人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是他的另一个身份，他是西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万振刚的妻子。这是李队长做的行动方案，你看看，你也可以坦诚地谈谈你的想法。你要是不愿意，领导们是绝不会勉强你的。小赵警官，我也实话实说，选你，当然是考虑到你跟林白玉一家的特殊关系，这样便于接触金舍公司。红宇，有什么困难你就说。在座的领导会尊重你的决定。他姓万，我姓赵，我们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了。李队长，你凭什么认为万振刚会认我这个女儿呢？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吗？说。这本《谁在收藏中国》是万教授编写的。你以前叫万俊，对吧？在1000年以后的今天，我们反观唐代，无疑有两个女人最为知名。一个是把李唐皇帝赶下台并取而代之的武则天，一个是让李唐王朝彻底走向衰败的杨玉环。而站在这两个最具传奇性女人之间的，就是挽救并延续了武氏一族显赫地位的，并为自己选择了继承人的武惠妃。当时唐玄宗本想立武氏为后，结果竟遭满朝文武公开反对，最终唐玄宗不得不被迫选择妥协，昭告天下册立武氏为惠妃。皇帝宣布惠妃为后宫之主，宫中所有待遇等同皇后，实为无冕之后。而后来乱唐的杨贵妃却因诗人、戏剧家、文学家的传唱千古留名，武惠妃则被摆到了正史的边缘，几乎被人遗忘，竟然连墓冢都无人问津。中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男人的历史，但女人是男人的引子和镜子。纹身行吗？所以女人也是中国历史的引子和镜子，许多事因女人而发生，因女人而结果，因女人而真相洞悉，因女人而扑朔迷离。
你比电视上胖点儿。为什么您要我送呢？难道您不怨恨我吗？恨。不过，我想了解一下红玉的另一面。他只是这一面。其实。我算不上了解红玉，我很惭愧。我们的搭档也不是很默契，但是我坚信，红玉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警察。红宇回来了，你吃饭了吗？嗯。红宇下班了。嗯，那工作太无聊了，我不想去了。啊，回头我跟林涛说，你先回房间休息吧。嗯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打火机没气了。你认为万教授会有打火机吗？我可没你了解他。他有吗？高级。小刘说你们家不准抽烟，到底有没有这规矩啊？这是我家，规矩是我定的，我说谁能抽，谁就可以抽。感恩。你老公呢？他今天有课，一早就出门了。他临出发前让我转告你，今天别忘记去派出所找邵警官。哟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谢谢万太太，不打扰了。
放心吧，一会儿我一定好好审审的。好，随时联络，再见。你说我是不是史上最高调卧底，跑到派出所送情报？这点子谁想的？得请他吃个饭。哦，太高了你！突然电话林白玉给我打的，他看到你在万振邦的书房里鬼鬼祟祟的，怀疑你偷东西。他怀疑我偷东西，说明彻底相信我是小混混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到底想干嘛呀？你不会怀疑万振邦吧？万振刚是林涛公司的顾问，这点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他有大量的海外关系，其中就有不少做大宗交易的雇佣商人，所以会不会存在这样一条犯罪链？就整个九号墓的案件都是由林涛出资郭德宝盗墓，万振刚负责销赃吗？我好像明白了，哎，赵宏宇，你之所以那么痛快地参加这个任务，是因为你恨万振刚，你巴不得他是个罪犯，这样你就可以抓他了，是吧？我并不知道万振刚是什么人，我只知道我是一名警察，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嫌疑的人。你还知道你是？我再强调一遍啊，你的任务是调查林涛，不是万振刚。首先，你不是我领导，不要命令我该干什么不干什么。其次，你的工作是把我调查的结果汇报上去，我就是个传话的。另外，确实找到证据了。真品。那，初步检测，唐朝的宫廷物件，更具体的要交给专家了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之前盗墓集团盗的几座陪葬墓都是唐朝的，这就说明万振刚和这盗墓集团肯定有关联。我说咱这脑回路能不能别那么大呀？不是每件唐朝文物都和九号墓有关的。这件肯定有。你看，这个人昨天来找万振刚的时候就鬼鬼祟祟，连看都不敢看我。小哲啊，你教我怎么查？你呢，可以先看看这双鞋限量版，你看金色的，全中国都没几双，就西京这么大点地方，你只要能找到这双鞋，肯定能找到这个人啊。哎呀，你啊，不是我领导啊，别命令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我就是一传话的，不负责帮你找破鞋。把玉镯给我吧，我得回去了。这东西要进一步检测，如果是出土文物，必须上缴国家。那等案子结束之后再说，我现在得把这拿回去。哎，别呀，你不混混吗？就当你偷的，多合理。这个给你，这是我在金舍公司查到的东西。哎，张红云。赵玉，你别，赵玉，哎，邵警官，别误会啊，我太太不太了解情况，这件东西呢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本应该就属于红玉，不算偷，不算偷。邵警官，我可以走了吗？那个，注意言行举止啊，走吧。那你忙啊，慢走。好，来这干嘛？咱们回自己家看看。
故地重游。坐吧，很干净的。我经常一个人过来写点东西，有点生活在别处的感觉。你不是一直他妈的生活在别处吗？彪彪彪彪彪彪！你别打我，别打我呀！你打他，打他！哎，你打他！啊！俊俊，数够20下啊，不许赖皮啊！不许动！抓到你了，抓到贼了！俊俊，你怎么跑屋顶上去了？赶紧下来！警察抓的贼是要奖励的，但是俊俊今天不听话，又爬屋顶了。今天只能奖励一颗糖。啊，去玩吧，小警察。我妈姓赵，我叫赵红宇。红宇，我知道你心里怨我，甚至恨我，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俩。可是这些年我真的一直在找你们。有一次我已经找到你们家了，想见见你，可是你妈跟我只说了一个字：滚。第二天你们就搬家了。都是我妈的错啊。不，我知道我不是个称职的父亲，对你妈妈来说我是个坏丈夫。可是我当初和林白玉的关系真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不堪。我是个读书人，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把我的所思所想研究发现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，写到高兴的时候我恨不得喊出来叫出来甚至跳起来，仿佛那个时刻我就是古人，我是皇帝，我是诗人，我是酷吏，我是战士。我都多么希望你妈妈跟我分享着大唐盛世千古诗篇。可是每当我给你妈读的时候，你妈不是中途睡着了，就是让我小点声，怕把你吵醒了。可是林白玉，当我第一次读给她听的时候，他哭了。那他现在还听吗？当然，现在我很少给他读了。但是他能让你在电视上读啊。当然，是的，我承认我的有些选择是错误的，但是红宇，现在谈错误没有意义，我想做的就是补偿。红宇，这个呢是你奶奶留给你妈妈的，你妈妈走的时候没带着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这件东西是很有灵性的。你我妈不要的东西你认为我会要吗？红宇，我知道我们的感情需要慢慢培养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在这里培养。这里有你熟悉的环境，熟悉的气氛，甚至熟悉的味道。你不喜欢林白玉没关系啊，你可以一直住在这里，我们把它简单装修一下，按你喜欢的风格。红宇，我想这个味道你一定熟悉。
你觉得宏宇恨我吗？我想他希望能恨你。带着我的想念飞过了地平线，你我的笑脸还一如从前。上一个切我哥的人现在躺在医院里。不，万教授又怎么你了？李队他们呢？不是跟你说一会儿有抓捕行动吗？人在那儿呢，正交易那只玉环呢。哦，人出来喝个茶就交易了，你就要抓人，有证据吗？直觉，抓错了吗？你让我们李队脸往哪搁呀？我重申一次啊，你的任务是盯林涛，不是找万教授的茬，能不能专业一点？行行行，我跟这盯着，你回去上班去。你别给我偷偷溜了啊！样子啊，不错。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几今朝。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身处天之笑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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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人应该就买家请来的鉴定师，这已经构成倒卖文物罪了。一级文物的话，5年以上10年以下，说的没错吧？你倒什么都知道啊！哎哎，你别去啊！你去了一会儿暴露了，你去跟着他啊！你去跟林涛，好吧？盯林涛去。我不行吧？直觉，别动！那可是国家一级文物，你是真不知道？当然知道，所以我才跑。我以为遇上劫匪。你少跟我抖机灵！
法律明文规定不能交易，为什么还要买？我是做投行工作，我名片在我的钱包里，你们应该确实吗？我真的不是什么文物贩子，我也是帮忙有忙。我平时也爱搞收藏，跟范教授有多年的老交情了，要是换了别人，打死我也不会收。啊，二位请留步，现在台里啊，一切都看收视率。我们会好好做真人秀的，不枉费万教授把时段让出来。你好好干，坚持下去。这些年台里越来越留不住人了，有能耐的都走了。没关系，我还年轻，扛得住。啊，慢走啊。好好好。说吧，他多少钱卖给你？没有钱。我答应帮他在香港弄一笔500万的信托基金，受托人是他女儿焦红宇，他还让我在国外帮他练习学校，他想送女儿出国读书。小林，你干嘛？干嘛？擦枪啊。给我。至于吗？好久没摸枪了，得练练。别生气吧，生气对身体不好。你幼稚不幼稚？像他这种没脑没胸没屁股的小孩，我能把他放在眼里？对对对，咱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另外啊，我觉着也倒是你，唐氏讲坛结束了，没人找你做节目了，你就没有危机感吗？他是大学教授，社会名流，一辈子的干干净净，现在要上电视正红着呢。明星对他多重要，他能顶着违法的风险就是为了孩子，你说我能不帮他？文正刚没告诉你说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？说了，是他们家的祖传。教授，我准备走了。啊？什么？搬走。啊？为什么？去老房子住只是我的一个建议，如果你愿意可以一直在这里住下去。红宇，你姓万，我姓赵，我凭什么老住在这儿？你是我女儿啊，不管你姓什么我姓什么，我们的血缘决定了我们的父女关系嘛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爱去哪儿去哪儿。我自己来。你记住了，你没有女儿，从来没有。我知道你在气我，但是没关系啊，只要你肯留下来啊，你可以天天气我，好不好？红宇，我的计划好了，让你出国，让你见见外边世界什么样。红宇。红宇，红宇，我给你安排了一笔基金，以后你就可以衣食无忧了啊！当然，我们可以先不让他知道，啊。他和林涛偷情。放屁！西京酒店2508号房，你可以去查是不是林涛长期包房。你放屁！你放屁！经常出入。婉君，
我怎么做才能停止你对我的报复？你就这么想彻底的摧毁我？好，连我带这个家一起摧毁，好吧？摧毁，摧毁，来，摧毁！条子，你要再敢背他头人，我赶紧弄死你！你找死呢？口气不小。你妈不是我的对手，你更不是，蠢货。装子弹了，开枪。红爷，红爷，红爷！哎呀，我求求你们别闹了。开枪啊！赵红云，把枪放下！我命令你把枪放下！赵红云，开啊！赵红，前几天是撬锁，今天是开枪，过几天是不是要杀人了？我是因为给你面子，对他已经很客气了。可我也是有底线的啊。对，是得有底线。你干嘛？你告诉林涛，我愿意跟他合作。你怎么想通了呢？是时候改变自己了。我愿意合作。不光让他坐牢，连他也得坐牢。现在案子有了关键性进展，万教授主动愿意和警方合作。为什么呢？真实原因不太清楚。据他自己讲，他不希望他妻子因为在金社有股份而沾上犯罪的边儿，他想保护他，怕他受人诱骗。既然你们有了万教授，应该就不需要我了吧？我就准备归队了。得等林涛归案，你才算真正完成任务，对吧？抓紧时间准备，也就这两天了。通知孩子们，明天下午去三叔家拿工具，晚上进果园摘果子。你也来吗？当然，我也想进果园去看看。别忘了给孩子们发红包。红宇来信了，郭德宝准备行动，明晚就回项目去。好，
通知专案组所有人，准备释放。是。好，刘部啊，万教授，买家的事儿就拜托了。顺利。黄爷，晚上回家吃个饭吧。约了朋友。黄宇，老房子那边我让人简单装修了一下，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过去看一看。是啊，你那边我也回不去了。啊不，如果你同意，我愿意搬过去跟你一起住。以后再说吧，你先回去吧。你等等。帮我换张床。以前那小了，睡不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哥，通了，通了啊！啊，拍点视频。给林老板发过去。好。看这样子，魏府的尸体基本上成熟了，可以动手了。好。胖子，准备去了。留这儿等红运。林老板，您把洞口清一下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林队，被通知了，林导已经在路上。该要的郭德宝能用手榴枪了。通知部队立即行动。要胆子，还盗墓。你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，加点速应该能赶上我们收队。我发位置给你啊。
那边是不是还有那个风道具？有俩，下午肯定有，那比较清晰多。李队，对，下面肯定是有上河来的啊。没发现郭德宝？什么？啊？好了，伤口不是很大，不会破相的。谢谢啊，这是我从警以来最刺激的一次。应该也是最后一次了吧？你不是办完这个案子就要辞职了吗 ，CEO？ 办了这么大一个案子，也算爽过了。为什么不当警察了？可能是想让自己显得比较有出息吧，但什么是真正的有出息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为什么要当警察呢？吃糖吗？小淘气，有日子没吃过这个了。你请我吃糖，我请你喝酒。嗯，行。正好呢，接受任务两个月，咱们庆祝一下。老范，你干嘛去啊？帮警察一个忙。留神脚下方的手啊！真的，
刘春怎么下海？别唱了，没唱完呢。石锅丢了，怎么搞的？这么大的石锅，怎么能说没就没了？你们是怎么看管的？赶紧去找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有个刀洞，有个刀洞。王志也发现一样。对，今儿不回去了，跟队里凑合住一宿吧。行，明天的会你可千万别迟到，投资人会亲自过来。他之前对我们的项目是非常认可，如果产品演示他满意的话 ，A 轮就稳了。嚯，太酷了！那咱们离发达就差一步了哈。要我去单位接你吗？好啊，那个不用来接我了，我明儿自个儿过去。放心吧，一定不迟到啊。好，明天穿蓝色那套西装啊。嗯。
老井。哎，头，现在石果不见了，是不是应该派人去调查一下万教授？理由呢？林涛和郭德宝已经落网，林白玉也失联了。万教授是九号墓关系圈里唯一有能力也有嫌疑盗取石果的人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是进过墓穴的。你先上车，我马上。什么意思？是，有道理。下午你去万教授家排查一下。哎，头，我下午真有事儿，而且你不是说这案子一破我就，那什么了吗？你觉得现在这案子算是破了吗？李队，我有什么能帮得上的忙吗？王月，这次真是多亏你了，我这就正式通知你，你的任务结束，你可以回到缉毒支队了，领回你的配枪和证件。你为什么怀疑万教授？我没有针对他，我就是觉得毕竟他和这个案子有关联，我们应该排查一下他的嫌疑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你连石果都找不到，他帮了这么大的忙，你们还怀疑他？你到底有什么证据？没有，直觉，就像你一样。师傅，前面靠边停一下。你去见你的资本家，我也得找机会跟他说实话。靠谱，老赵。哎，还跟你说特别靠谱。哎，我去就是瞎子摸象，你去才是一举两得。少卖乖了，下周那顿饭你买单。必须的。小少，尸检已经完成了，我觉得你还是亲自过来一趟比较好。这是在赵宏宇食道里发现的一颗没有完全融化的糖果，他的嘴里也有残留的糖分，也就是说死者在死亡之前嘴里含着糖果。然后我们在他的袖子里发现了这张糖纸。到底想告诉我什么呀？我没说话呀。哦，我是说赵宏宇，这张糖纸他一定是想告诉我什么。求求你们不要取消这最后一期节目的录制，好不好？求求你们，我的身体没有问题，真的，我求求你们。因为我有话要说，否则我会憋死的，我会崩溃的。子弹其实并没有给内脏造成致命伤害，赵宏宇的死因是失血过量，如果能早送到医院十分钟或许还有希望。喂。哎，马姐，不好意思，还是我。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可能就是赵宏宇的腹部先中枪，然后吃的糖。从尸检的结果来看，有这个可能。好，谢谢。亲爱的，我心跳急刹不过去了，帮我一个跪下。
警察，文物稽查大队。干什么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哎，你有出入证吗？哎，我们正在录制节目。关振刚涉嫌盗窃文物和谋杀，跟我去局里。哎，说这样的话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主任，我认识你们大队长李静，你等着。你说我涉嫌盗窃和谋杀，我偷了什么？我又杀了谁？等到了局里，我慢慢跟你说。说什么？真相。这个世界有真相吗？别冲动！拉走！万警，这儿交给我们处理，您先去休息。二大哥，哎，接你队长电话，快点！李队，我都听到了，什么也别说了，你马上回队里报道，我在办公室等你。我带万志刚一起回。邵宽城，你不觉得自己很可笑吗？当警察的时候你想着创业的事，现在让你好好创业了，你又放不下警察的事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想当警察还是想创业？不想了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。那个叫赵宏宇的女人对你很重要是吗？那天本来去见万正刚的人应该是我，因为赵宏宇你最担心的事情才没有发生，是他替我去死的，你说他对我重要吗？对不起，替你去死我做不到。哎，没你这样的啊，不喝了怎么？你请我吃糖，我请你喝酒。
抓过很多盗墓贼，他们只拿死人的东西，他们从不杀人，他们管这叫道义有道。作为一名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，万教授，你的道呢？脸怎么了？让人揍了。揍我的就是这双鞋的主人，他的名字叫杨戬。没错，他就是杨戬，外号穿山甲，我徒弟，特别会打洞。我不认识杨戬。我说你认识他了吗？不过就算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杨戬也一定会把你供出来。郭德宝，静宁的位置又不是只有他知道，我也知道。他能找万教授，我也能找。郭德宝那套已经过时了，现在都是啥时代了，对不对？得讲个科技创新，我们这行也一样了。这是我的诚意，万教授，好好考虑考虑。红爷下班了。你是怎么把石果偷走的？就是你们封锁现场那天晚上嘛，你们封锁我就动手。差不多12个小时吧，就挖到墓室了，然后切花了差不多10个小时，起重机一拽就出来了。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早下手啊？万教授说的，我愿意合作。万教授父爱感人呐。他会恨你吗？郭德宝肯定会。那你怎么办？反正我不想杀人。没人想杀人，但是你可以让他坐牢，不光他要坐牢，林涛也要坐牢。他说警察破案之后肯定会封锁现场，那时候才是最好的动手时机。我今天再请你去公安局，你应该不会再撞我了吧？好，让我录完节目，我有话要说。我最想听你说的是，红乙是谁杀的？林白羽。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你还是跟我走吧。真是林白羽开的枪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就这么不愿意见到我呀？焕然一新呢。万教授，你可真够用心的。你不是跑了吗？我为什么要跑？我不过是因为家庭生活压力过大，自己出去放松几天而已。我想明白了，既然我没有孩子，红雨就是上天给我的一次机会，让我可以体会一下做母亲的感觉。红雨或许是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契机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警方会让你轻轻松松的重新开始吗？当然会。我之所以和林涛走那么近，就是想调查他的犯罪证据。我很早就知道他的那些勾当了，也告诉过你。你难道不是因为我才和警方合作的吗？明白了。
你是让我替你在警察那儿洗白。林白玉，你哪儿来的自信？或许是他给我的吧。你可能忘了，我除了是你老婆，还是你的制作人、经纪人。你的账户也是我在打理。你当然不知道，你是做学问的人，钱对你不重要。我给你普及一个常识吧，你和我的卡都是关联的，你的每一笔转账都会通过信息提示我。石果被盗的消息传得满天飞，我分析不出来跟这笔转账有没有关系，但警察可以。万教授，你做了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你。我又开始崇拜你了。我又看到了你的智慧、魄力。就像以前一样，我继续会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。我能给你的，我都给你。给不了的，我拼了命也给你。你这是在搞促销吗？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。真他妈恶心！恶心？你他妈才恶心呢，万正刚！这么多年你吃我用我睡我，白吃了白睡了，这不要脸的老王八蛋！好啊，把手机交给警察，让咱们俩同归于尽。淫妇，你就是个淫妇！你有资格跟我同归于尽吗？啊，你倒是应该跟林涛一起暴尸街头。真的，在唐朝。我就是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我倒是合法的。杀了你！好啊，淫妇变成了悍妇了。李白玉，放下枪！我是警察。黄爷，然后呢？我口供不是说了吗？我不想再回忆了。请不要伤害我的脸，我要录制节目，请保证我的形象。形象对你很重要是吧？当然。那我告诉你，没有最后一期录制了，你收到的那个短信是我发给你的，你没有机会了。你们凭什么这么对待一个做学问的人，而且是你们的父辈？因为你是个骗子，你是个贼。你还是一个杀人凶手。在唐朝，我就是杀了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我都是合法的。王八蛋！你用口水催我算什么本事？这些年，我一直用心在催你。你个人性之恶的结合体，我就骗你。没错，我收了买家的佣金，我让人偷了石果，我让你们俩求财不得，我气死你们这对狗男女！妈的，杀了你！淫妇变成了悍妇了。
放下，我是警察。你怎么会有家？你是？我是警察，去自首吧，去自首吧。你是警察？你是警察？要抓我，你希望我是罪犯？你到我们家，你们怎么都在骗我呀？啊！可是我，俊俊，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要补偿。重新修复感情，爸爸一无所有了，就剩这些点心眼了。
知道吗？是红宇告诉我你是贼的。我们在红宇的喉咙里发现了这个橘子糖。红宇说，小时候你经常和他玩官兵捉贼的游戏，只要他捉到你，你就会奖励他一颗橘子糖。他用最后一口气告诉我，女儿吃糖，父亲是贼。警察抓到贼，要家里吃糖，但是坚决不听话，爬屋顶，只能奖励一颗糖。警察抓到贼，要奖励吃糖，但是坚决不听话，爬屋顶，只能奖励一颗糖。因为小时候和爸爸玩的游戏想当警察，当了警察又和爸爸一起联手破了案，你们父女俩这个缘分啊，应该有一个完美结局。人有时候其实挺奇怪的，你越想忘记的时候吧，反而记得越清晰。现在案子结束了，你们应该也休假了吧？打算干点什么呀？准备去旅个游，去趟香港或者泰国，然后呢，我还准备谈个恋爱。谈恋爱应该很美吧？是的。哎，对了，我想起来有一个又能吃饭又能蹦迪的地方。又能吃饭又能蹦迪，那饭不咋深呢。静灵石果能够跟大家见面，中间经历了太多的曲折。我们首先要感谢劳苦功高的公安民警，请问这尊石果值多少钱？谢谢。国家文物法规定，所有新出土的文物，所有宋代以前的文物，均不能进入市场交易。我们更关心的还是这件中国国宝到底值多少钱？如果有人为他献出了生命，一个人的生命应该值多少钱？
如果是你的亲人，你的兄弟姐妹为这件文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请问你应该给他估多少钱？西安非法走私出国的唐代贞顺皇后武惠妃陵墓被盗石果，日前呢从美国运回中国。无故被盗而流失到美国达6年之久的国家一级文物唐代晋陵石果终于被追索回。这个重达27吨的唐代石果晋陵被盗掘，犯罪团伙对墓内的一套彩绘石果进行拆解包装，分批装箱运往广州，并走私。今天下午2点多，被盗墓团伙走私出国的唐代贞顺皇后武惠妃陵墓被盗石果，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由西安警方移交给了文物部门。武惠妃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妃子，此后被追封为贞顺皇后，而这也是我国首次通过法律途径追索回国的国家一级文物。
各位观众，晚上好。唐史讲坛的最后一讲是武惠妃之死。关于武惠妃的死有两种说法，一种是她设计害死了唐玄宗的太子，遭到报应，染疾猝死；另一种说法是唐玄宗想废太子，怕背夫骂名，而深爱着他的武惠妃知道只有他才是背夫骂名的最合适人选，所以这才有了他死后的风光大葬，被追封为贞顺皇后。那么究竟这两种说法哪个是真相呢？我今天要说的是所谓的真相，那就是你认为的真相，你们认为的真相，我认为的真相。结论是，这个世界没有真相。没有真相，没有真相。